宝一岁，女孩，就是我负责带宝宝的。我老婆在这里也不平，然后呢，她突然问我一个问题，然后所以我就有那么一两秒的分心，就在那一两秒的时间吧，就没意识到宝宝就已经往那个围栏方向爬了。当我意识到的时候，就已经看到危险了，所以就顺手伸了一把，就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思考。然后幸好是宝宝没有出现安全问题，有点后怕。因为床很高，加上围栏的话有一米多高，然后那个地板上呢没有做一些泡沫的缓冲，所以如果宝宝往下摔的话，其实后果还是很严重的。就是我们更希望是不要有这样生反应的一些机会，对吧？就不要让这种事情能够发生。已经改掉了，对，换成更高的围栏了。